总书记最后讲，老百姓应该开心幸福，然后自己认真认真。总书记再见！这个场面啊，在互联网上传播的时候，大家仿佛看到了在朝鲜。 民众在迎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时候，那种啊、呃、齐声欢呼、各种各样的激动万分的表现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什么地方啊，又会出现对于习近平来说产生某种危机的现象。比如说，最近中国有一本书就被官方勒令下架，不光是下架，而且是要全部的召回，买出去的也得把它召回来。书的名字叫做《崇祯勤政的亡国君》，不光是全面下架啊。 就连“崇祯”这个词，今天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已经被官方列为了法定禁搜词，所以有网友在担心啊，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在讲述中国明朝历史的时候，“崇祯”这个皇帝就没了，就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那这本书呢，实际上啊，它是一本再印版，也就是说，在之前的时候，这本书已经出现过了。这本书的作者呢，叫陈梧桐，是中国的一位明代史的专家。 那么在他逝世之后呢？可能是为了本着纪念他的缘故，把他的这本书再一次重新印刷出版。其实这本书啊，之前他就出版过，名字不一样。当时在二零一六年出版的名字叫《崇祯往事：明帝国最后的图景》。今天把它再印版呢，名字叫做《崇祯行政的王国君》。从两本书的内容来对比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出入，因为它就是个重置版嘛。 只是封面上改了一下，但是没有想到，万万没想到，这本书今天遭到这样全网下架，而且是勒令全部召回的一个命运呢？恰恰因为这个封面，大家看到啊，题目叫做《勤政的亡国君》，名字上面呢，还有一个绳子把它吊了起来。当然，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相传最后啊，崇祯皇帝朱由检，就是在北京的煤山上面一个老歪脖子槐树上上吊自尽了。 那么，在互联网上有一位网友，他读完这本书之后呢，他借用书中的一些描述来概括了一下这本书。他说：“这本书当中啊，非常的精彩，而且非常的深刻，跟那些网络红人、网络写手是云泥之别。”亡国之君有无数种，崇祯皇帝啊是最另类的一个。崇祯皇帝虽然有忠心之志，力挽狂澜于倾倒，但是他志大才疏。 缺乏深远的目光和开阔的视野，还有高度的智慧以及坚定的意志、雄伟的气魄，还有高超的治国能力，这都是这位皇帝。虽然他很想挽救这个即将倾倒的国家，但是他这些能力呀、啊、都没有。还说呢，未能深远地认识到明朝末年当时社会的危机的根源所在，就始终没有制定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治国理政的方向。 而他的治国理政呢，缺乏长远的战略谋划，只能够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而且在他的施政过程当中，他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他刚愎自用，多疑善变，急功近利又优柔寡断，而且虚荣心很强。但是呢，又缺乏担当的精神，专横残暴，而且又刻薄寡恩。这都是他的特点。这是描述的崇祯的特点啊。 但是这样的特点呢，很让人联想到今天的中国第一领导人习近平。这个书中还说啊，描述崇祯有这么一段话：他目光短浅，没有认识到阶级性的矛盾是当时爆发矛盾的一个核心点，所以他没有能够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阻止社会的崩盘。由于他的能力的问题，他只是课余去理财，竭泽而渔，最终啊，导致了进一步民间社会的矛盾的激化，使得农民起义的烈火。 越烧越旺，而且他还不辨忠奸，只凭个人的好恶去用人，所以呢，就导致用人不良嘛，重用奸佞之臣和宦官，致使整个政局、整个社会的局势是越搞越糟。而且他不明事理，亲自介入门户之争，致使党争呢持续不断，而且在恶化、分化，减弱了统治阶级自身的力量。 他极为的虚荣，只顾自己的颜面和尊严，缺乏担当的精神，患得患失，屡屡的错失了挽救败局的良机。所以这些重大的决策上的失误，还有错失良机的失当，最终就酿成了明朝末年那样一个亡国的历史悲剧。所以这位读者最后总结啊，他勤政努力，但是他的才能非常的有限。 所以很多人在看到这本书的名字，或者说在互联网上搜索到相关书的一些内容简介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个书当中对崇祯皇帝的描述搬到今天习近平的身上，这就导致了这本书上架没有多少天，马上的被中国官方的审查当局列为了必须要下架，而且要马上全部召回，甚至全部销毁的这样一本书。其实啊，说到把崇祯跟习近平对比。 不是这本书开的先例，在这本书以前呢，在中国民间就有很多把习近平当崇祯，或者说把习近平跟崇祯类比。比如说，早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曾经在互联网上就有评论文章的标题啊，就直指。 说毛四红武，毛泽东就像洪武皇帝，而习近平呢就像明朝的崇祯皇帝，并且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上也有网民就总结了习近平的内政外交的模式，把它总结为典型的崇祯模式。而在二零二零年的时候，在中国的网络平台网易当中有一篇文章啊，标题就是。 观历史言行，崇祯亡国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等待他下令。哎，你看是不是跟今天中国政局，尤其是上层建筑当中是很像的？所有的人，不管是哪个级别的官员，集体躺平，为什么呀？因为要等待习近平的命令。如果没有习近平的命令，他们是断不敢轻举妄动的。少做少错，不做就不错。面对这样的一个多疑的。 到处怀疑别人，生怕别人怨权的这样一个皇帝，少做懒政就变成了今天中国官员一个保命的一个诀窍，躺平。所以就说这篇文章啊，实际上就是在暗指习近平的治理方式跟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呀、啊、是何其的相似，甚至有人啊。 就直接形容说习近平那就是当代的崇祯。二零二二年十月份的时候，在中国互联网上就传言啊，有人在崇祯皇帝当年上吊自尽的那棵老歪脖子槐树上啊，就挂了一个包子。当时这个新闻可不得了，不管是真假，震惊了当局。据说后来啊，北京相关部门派了很多人山上面去找，看到底有没有这包子。当习近平。 碰到崇祯的时候，其实历来这么多年以来就有了很多的联想，包括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当中啊，很多篇的哪怕没有指向崇祯，只要是跟明朝末年那段历史有关联的一些文章，最终啊，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就变成了404啊，就是官方认定这些文章居心叵测、用心不良，就是在借古讽今。 我们再来看今天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啊，包括在推特当中有哪些评论。说，首先第一要担心的，一个是崇祯这个名字会不会在历史当中给抹除。第二呢，北京的那个煤山上面的老歪脖子树，会不会官方啊干脆就把它给拔了，免得不知道哪一天又传说在树上又挂包子了。当然，在互联网上还有更多的人就说，拿习近平比崇祯，他配吗？很多网友说习近平不配。网友怎么说的呢？ 虽然崇祯是一个德不配位的皇帝，但是好歹人家呀，也不算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他也是尽了他的能力了。但是他的能力确实有限。有网友说，崇祯呐、啊，他在位有十七年，给自己下过六次的罪己诏，就认自己的罪啊。网友说，这个封建帝王啊，尚且知道自己犯了错，要承担自己的错误和责任，来给全国的臣民来交代。但是你看习近平。 从动态清零、雄安新区、一带一路各种事件是一地鸡毛，他还配得上去碰瓷儿崇祯吗？根本不配。说啊，习近平如果要有崇祯的脚趾头的能力，也不至于把中国带到今天这般地步。还有忘了说啊，崇祯最大的问题是刚愎自用，而习近平呢，他最大的问题是愚蠢无知，这是本质上的区别。 就在十月十六号，北京海淀区有一个太平路的部队家属院，院里边最近一两天热闹非凡，因为中国官方啊要把之前分配给一些低阶层的军官的房子，把它给收回来腾空。原因很简单，按照官方的说法呢，说这些老房子它原来的产权是属于中国解放军部队里边的营办房。 专门是给一些低阶级的一些军官他们的家属来居住的宿舍楼，但是呢，随着这些低阶位的军官他们的转业退伍，没有在部队了，所以近些年以来在逐步的慢慢的把当年分配给他们的房子，给他们家属居住的房子给腾挪出来。只能让你们打台湾呢，我天哪！你你们这个老百姓的话，感觉很光荣吗？嗯、哎，耻辱。 我给你拿手机，江南妹子的手机。我靠！啊！什么神仙？我让你给我这么吓一跳，对吧？我们的电视你不见了。哈哈哈哈哈哈！现在出警了，出警了，这里。

我让消灭他们！嗯、没有枪，嗯嗯、有枪他妈的去，有炮绝对不是他妈放过他们！我弄个院长，弄个院长，弄个院长，现在，现在这个、对，对老百姓他妈的都可以。哎，都都去他妈院长家，你们都自己去院长、政委家，去他家住去！操！你干嘛去？滚边去。对 他们贡献的时间已经结束了，他们已经转业退伍了，所以利用他们的时间呢也结束了，跟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啊也就自然的要终止了，自然他们搬出这个房子或者说离开这个福利的时候也就到了，也听得出来当地的。 围观的民众啊，可能就是他们院里边的其他的居民，就在喊：“如果有枪有炮，绝不放过他们。”似乎有一点儿拿了武器就得起义的意思。对于中国官方来说，利用价值没有的东西，第一选择就是抛弃。杭州亚运会结束之后，那些吉祥物，大家看看，就堆放在垃圾堆的上面。那些退伍军人或者低阶军官，连同他们的家属，也等于是要被官方清除掉的。 利用价值没有的垃圾，所以有网友说啊，看到这个照片，再看到这个视频，看到这群人，看到这个画面，产生了一种非常没有违和感的联想。网络大 V 就是微博大 V，将来一定要实名制，不能够再用一些花名、魂名，不能用了一定要实名制，姓甚名谁就得把你的名字标在上面。但是呢，有一些爱国大 V 啊，他们就觉得对他们来说有点难堪。 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曾经用各种各样的魂名花名替这个政府呢逮风向，当然也面临了很多骂声。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呢，觉得尽管有人骂他们，可是他们有一层保护，骂他的人呢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多少他觉得骂就骂去吧，无所谓。反正呢，他干的这个活是官方给他的指令，他完成了任务就可以了。对于他们来说呢。 就觉得那他们将来如果还在互联网上跟着官方一起来带节奏的话，依然会遭骂呀。而且这个遭骂可能就是直接点名道姓的骂了，那有可能对他个人隐私会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这些网络大 V，尤其是爱国大 V 们啊，将来在跟官方带节奏的时候啊，估计就没有那么卖力了，因为他们要想着，呃，要保护自身的安全，保护自己隐私的安全，甚至保护自己家人的安全。 所以网友说啊，不论你是退役的军人，还是网络大 V，用完了之后一脚踢，就连习近平自己的亲信，他该踢该拿该消失该失踪，照样失踪。你们算什么呀？我们在节目最后啊，不得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网络当中的文章。这个文章的作者啊，他总结了一下他人生或者说他自己体会到的。 这十年当中，中国社会的变化，说这十年一个人的人生没有几个十年，但是近十年之中国的变化简直是翻天覆地，难难以让人置信。说十年前网上最火的是马云、马化腾、李彦宏这一类的科技创业者，而十年之后，中国的互联网上最火的是司马南、张维维这些口力劳动者，就是为中国官方做各种明里暗里的大外宣、打嘴炮。 第二啊，就是十年前中国的大街上看的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品牌广告，而十年之后呢，中国大街上看的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政治标语。第三，就是十年前中国的年轻人谈的最多的就是怎么创业、怎么挣钱，十年之后啊，他们想的最多的就是怎么躺平。十年前中国的留学生们想的最多的就是从各个国家把学到的技术理念。 带到中国去创业，十年之后呢？中国的那些富豪们发家致富的那群人，就是想着办法把自己的资产给赶紧的带走，润出去。说十年前外国人去中国投资，那是争先恐后；而十年之后呢，他们是想着办法如何把公司搬迁到越南、到印度、到东南亚去逃离中国。十年前中国大街上啊，会看到很多的国际人士；可是十年之后啊， 就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大城市，都看不到几个外国人。十年前，很多人都想着跳槽，找一个收入、薪资待遇更好的职位、一个公司。十年之后啊，大家几乎都是在祈祷，下一次或这一次的裁员当中，可千万别有自己的名字。十年前，中国的广交会上，外国人是人头攒动，而且啊，欧美国家的居多。 十年之后呢，广交会上几乎很少看到外国人，就算看到了，多半也是中国政府邀请来的非洲朋友。十年前，中国的节假日有很多人，都想着要去国外看一看啊，买一些奢侈品。可是十年之后的今天呢，就在前不久，中国十一这个国庆长假出游的时候，相关部门的统计啊，这个境外旅行团几乎报名的已经很少了，尤其是去欧美国家的。 那些消费更高的国家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唯一没变的就是中国的股市，十年前是三千点，十年之后还是三千点，这个不变啊，其实就代表中国的这个经济啊，或者说中国的金融市场啊，哎，基本上就是在原地踏步啊，原地踏步已经是在褒奖他了，可能在很多真正的在中国经济当中在摸爬滚打的经历了沧海浮沉的那些人来说啊。 那不是原地不动啊，是大大的退步啊。